孟晚舟回国，外媒都犯了同一个错。CNN、CBC 等多家外媒对孟晚舟回国的消息进行报道，原本默认孟晚舟认罪，后来却被纷纷打了脸，开始集体发布公正声明。外媒还纷纷报道孟晚舟回国受到热烈欢迎，暗指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，似乎想坐实华为与中国政府暗中勾结。孟晚舟回家没按西方的剧本走，最后外媒不得不搬出人质外交的老套路。中国日报记者在推特上回怼：“那也是加拿大绑架在先。”